大家好，我是小胖啊，今天给大家带来华山的一个暴力对决。观战方这边是国双龙宫，对面三五里啊，凌波石头啊，双凌波一石头，对面有一组观战方有一把大克啊，石头双龙宫最近咱们也是一直在做啊，比较的有意思，因为这个团队好久没打过这个石头双龙宫的阵容了啊，看一看。开场起了个镇魂诀，增加暴击的，放下古道刃一人。观战方这边卡武龙防了一把点杀，神龙摆尾，增加一下抵挡物理输出的一个能力。灵动九天刷上，小死亡没挂中，像能扛观战方两个辅助，整体的抗性还是不错的。一把破碎，还有蓝，破碎完了还有蓝，清一下隐身宝宝，双方都是啊，十个隐身宝宝。但观战方这边，观战方这边的鬼眼也可以尝试着打一打，请三弟。小死亡没挂中，看一下观战方这边的小死亡，小死亡挂中了，哎，那这差别就大了啊！双方的点杀能力都不差的啊，都不差，直接给连环了啊！那既然都选择点杀，那不就看地府的一个命中率吗？先占你一手便宜啊！哎呦，观战方宝宝不行，对面人家隐身宝宝占的比较稳啊，当然他也快有隐身宝宝要出来了啊，也快出来一部分了。龙腾，紫金带走。起个龙阵，石头倒地，就是一个小红命中率，看看出来几个隐身，出来两个，出来两个隐身也够用了啊，出来两个也够观战方清一清了。4000多，
现在观战皇节奏比费明好。张这青宝宝的效率不是对面能比的啊！现在对战方点杀观战方都有点困难了，观战方罗汉一盖，须弥秒不动啊，须弥还秒不动。小死亡，没挂中。笑里藏刀，小爽又一个，这小爽很关键啊！狮驼先变身，天神怒斩，宝宝，宝宝也扛不住啊！又一个天神怒斩，你别说观战方这边龙宫的抗性整体调的还不错啊，因为化身这个三物理啊特别的多，所以你把抗性调的防御反正稍微高点肯定更好啊，在输出方面呀也会有一个更好的体现，因为你只有扛得住你才有输出嘛，你活都活不下去你的输出哪来的对不对，再加上三攻队啊，就是三物理普遍也没什么抗性，哪怕你就是调的稍微耐一点啊，你的输出也不会太差。
哎呦，中无魂！就观战方整体的小草命中率比对面高太多了。你地府才是大爷呀、啊！被烦死了！嘿嘿。灵动，后边倒是对面还能吃，还能吃，但是没必要。可以吃好，但是没必要吃。除非啊，哎，好了，他也不打算，他主要小爽。跑了，这化身啊，打炸就跑了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没有点关注的帮忙点关注啊，没有点赞的帮忙点赞。亲三弟，回忆啊。